大家好，我是叔。之前我们讲了两期有关平行世界的内容，一则是发生在日本 RCH 论坛上的同一场车祸，大家彼此记忆错乱，到底有没有发生过车祸，楼主开始怀疑世界了。另一则是发生在豆瓣的网帖，发帖人买了榴莲回家，可除了自己与好友爸妈的记忆却正好相反。网友笑称，发帖人失去的只是人生，另一个世界的自己可是失去了整个榴莲。平行宇宙真的存在吗？现实中很多例子可能是记忆错乱，当我们察觉到一些异样和古怪的时候，很难不往这方面联想。在同一时刻，会不会还有另一个自己在平行世界做着不同的事情？粉丝少女 Lilian 在评论区留言，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怪事。我爸爸在我九岁的时候去世了，并且我是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既定事实的，但是到了十岁生日的时候，肯德基的服务员让我切蛋糕给爸爸吃。我妈笑着说，我爸做生意太忙了没来。我当时脑子里也觉得是我爸太忙了，完全没有是因为爸爸去世了我妈才这样说的想法。记忆里过了几天，我和爸爸两个人一起去了肯德基。我问他，我生日的时候你怎么没来？我爸说他太忙了，所以这次补上。小时候一直觉得这是真实的记忆，后来回忆起来才发现，这段记忆里十岁的我还能见到我爸，简直不可思议。记忆里当时的我脑子里也没有我爸去世的想法，与其说是梦或者灵异事件，更愿相信是我串线到了平行宇宙，在那里我爸还活着。这种类似的事件是记忆偏差，是梦境中发生的，还是平行世界里正在上演的故事呢？今天我们讲述的事件还是和2013年豆瓣上一个平行世界的帖子有关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。2013年，北京的一个朋友来杭州找我玩，朋友到酒店的时候准备打开行李箱拿东西给我吃，但却怎么也打不开。这个箱子是招行送他妹妹的，也是我朋友第一次用。朋友出发的时候他妹妹还在睡觉，因为不知道密码就没有把拉链放到锁槽里。接着朋友就打电话给他妹妹，问密码，来回的事还是打不开。这个时候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会不会是和别人拿错了行李箱？我问朋友，朋友说不可能的，因为行李箱一直放在他的座位上方。直到后来把拉链头那儿给剪开了，打开一看，根本不是我朋友的行李箱。我们在行李箱里找到了其原主人的一张信用卡，于是打电话给银行，希望联系到卡的主人。之后行李箱的主人成功地打电话给我朋友了，也是一个妹子。而在互换行李箱的这中间，我们保持着微信的联系，但可怕的是那妹子一直在说机场大巴。我有点慌了，因为我朋友是坐的高铁啊。我其实挺害怕妹子手里的行李箱不是我朋友的。后来见面，行李箱确实都是双方的，可诡异的是我朋友是8点多从北京坐高铁，13点左右到达杭州东站，然后打车到了酒店。而那个妹子是母女俩，在9点左右从哈尔滨飞杭州的萧山机场，他们则是在12点半左右到的，然后坐机场大巴回到了所在的酒店。这里还有个细节，下飞机后那位妈妈还把外套放到了行李箱里。据妹子说，他们在平海路下车，最多也就杭州城站停了一下。帖子到这里楼主很是疑惑，因为想不到有任何交集的地方，两条并不相交的线又是如何互换行李箱的呢？也正是这匪夷所思的经历，楼主才在豆瓣上发帖分享。当晚楼主和朋友喝酒压压惊，朋友的手都还在抖。这些离奇经历可能只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才会联想种种。此后楼主和朋友打算去寺庙拜一拜，而楼主另一个学道的朋友则认为，如果不是物流弄错的，那么很可能是一定时空下发生的小规模时空塌缩，导致两个行李箱相互替换了原有的位置。楼主也表示，后来朋友过得很好，但这件事儿就此接过了，因为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困扰，索性就让它过去了。这些事件在亲历者看来毛骨悚然，很多时候根本不想再去回忆，因为那种紧张感还是会再度涌现上来，非常不适。有网友认为，说不定这个世界就是一款宇宙的模拟游戏呢，我们身处游戏中被代码支配，
两个相同外观的行李箱在不相交的时间线里互换，也许就是一个 bug， 我们在玩游戏当中偶尔出现的 bug， 但这并不会影响游戏的运行，很快就会恢复如初。对于楼主朋友的生活也是很快的进入正轨，并无影响。也有网友说，这两人从路线看至始至终都没有交叉点，交通方式也不同，唯一相同的是当天都出现在了杭州，却发生了互换事件，这才是最诡异的地方。那么平行空间的你会给鬼叔点赞吗？最后鬼叔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只是拿错了，因为我就是那个行李箱。本期结束，我是鬼叔，想马上看的观众别忘了长按点赞按钮三连进行催更，下期不见不散。